哥，春天到了，我给你理个毛，不是剪个发吧。哎，好吧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哥，怎么样，帅气吧？帅气，不过我想要个可爱点的。要人可爱的呀。嗯，好嘞。啊，是挺可爱的，但可能不太适合我。没关系，再给你换一个，这回没问题了吧？没问题个鬼呀、你这哪是剪头啊，明明是整容啊，我连画风都变了喂。请你给我站住，睡得上我再说吗？